它是红曲棍的话，它大概是每年就卖的产品80%都是红尺。那一个月大概我们其实给它卖到哪些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没瞧，小日本他是想的，我是我的能够跟我去想的。真不会说，那天我是销售领导啊。一个比较甜的吗？我问你，我五仙嘛，还有长江水果，徐州中生产。是，你认识他是？以后你想。